第二个就会丧失主要居住的地位。卖房的时候，你的房产从50万增值到了80万，你觉得增值30万叫开都给就行了？其实不是，因为你如果折旧过的话，你的这个房子已经不是50万，你房子只有40万，你折旧折掉了10万，那不是说从40万到80万，是从40万到50万计算是100%算你的收入，算 income， recapture。这一段的话，算 capital gain 算一半，所以这个，所以你卖房那年的话，你会交很多税啊。所以就你说，我这次房呢，我持有了十年赚的钱，你放在那一年交税，当然压力很大，这个也要小心。这个规定对我们大学是不利的地方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，在座哪些朋友现在有房子正在出租的？啊，对，你们每年报那个 T76的时候啊。就是你们会觉得这个交税也很疼，啊，收入2万，支出12000，12000包括什么水电气啊、贷款利息啊、地税啊等等等等，这些该都抵了以后的话，你还有8000块钱抵掉要交税的，这8000块钱是很疼的，因为这8000块钱交出去，比如说交3000多块钱税，这3000块钱跟你没有关系的，永远都没有关系，不会说税局说有一个账号，啊，记着你当时交了多少税，然后就那个退税的时候再还给你。那钱干什么去了？劫富济贫了，这个钱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所以这个税是能少交就少交，能晚交就晚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钱永远是最值钱的。你给它延到70年以后才好。能够延税的工具，包括可能我们前面的同行也讲了，有 RSP 啊、TFSA 啊。但 TFSA 我不乐观，因为 TFSA 谁提出来的？保守党、自由党已经给它砍了一半了，回头还会再砍的。那么你能够享受的免税空间就并不多了 ，RSP 的话也就18%给你限制住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利用保险，保险有个很大的空间，一个能够滚动的空间，但这个空间从2017年1月1号以后开始会变少，而人口的死亡的精算的率表原来是1982年，现在调整到90年代了，所以你这个分红型保险的这个尾巴呀，原来分红保险的尾巴很翘，你买个100万的保险去。因为它每年利滚利增长，但是尾巴的话，2017年以后买的产品没有那么翘了，是相对来讲平一点，而且对于universal life它的这种能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种产品的话呢，它的空间会变小。那相信这个 BMO 它有这种产品，我相信 BMO 也发了很多通知，他说啊，8月1号以后、9月1号以后，它逐年它每月会有这个提醒。如果要做保险的话，抓紧时间做，一定要。最好卡在10月份之前吧，因为它有个出具的过程，还要体检。好，那好了，那我们为了我刚才讲了，能够延税就延税，能够少交就少交税。所以说你写2万块钱租金，你不写2万，你写个12000，或写个10000，因为这个人是我好朋友，给他半价后作为税务去查，因为你家周边都是人家都是报2万，就你报10000，他就有个软件的话就查到你了。你不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半价，但是你可以不报这个提息就。如果你报了提息就，可以按公平市场价，不得半价啊。第二，那我不半价，我把这个房子请2个管理员，房租20000块，管理费30000块，是谁呢？一个是我爸爸，一个是我妈妈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后来移民了，他们已经有10000多块钱免税额，用不掉，太可惜了，就帮我做管理员了。那一般来讲，管理费是12个月里面1个月的房租就够了，你收他。那么多东西，我管理费的话，这个不合理的，数据也是不合理的。汽车的话呢，一般来讲，你有2套房子以上才能报汽车费用，就1套房子出租不要报汽车费用。如果这个美国的物业，一般来讲，大家伙千万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很多人在美国佛罗里达搞了很多房地产，税局不认可，因为他有可能认为是你们俩夫妻去休假。不一定是这个真实的这个房产出租啊，而且这个费用比较大，你可能不赚钱。你不赚钱，你一直这么经营，他认为有可能是故意的在逃税。因为税务局对于有些很多生意，他要求你赚钱才叫生意，一直在亏钱的话是在逃税。传销是个什么意思？传销尽量大家伙不要吃库存，因为很多传销人士也被查到了。他白天的时候呢，在搞电脑工作挣了10万，晚上时间做传销亏了2万，他怎么亏呢？吃库存，
你做传销做生意，我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，吃库存，完了老还贵点，搞了很多。你进货进了10000块钱的货，10000块钱的货你卖出1000块钱，剩下9000块钱的货呢过期了，只好扔掉，忍痛扔掉了。其实没有扔掉，自己吃了，就吃库存。这传销跟也现在非常的严重。就是说，除非这种专职做传销可以，他没有别的收，他专门做传销。你专门做传销，你亏了10000块钱税金，不愿意理你。但如果你有一个 IT 工作或者什么工作，你挣了10万，你传销亏2万，一下税务局就按8万收了，他肯定不乐意，少收你税呢。投资房地产是用个人名义还是公司名义？一般来讲，个人名义更好，因为公司名义的话呢，租金所得算被动收入，咱们希望是主动性收入。租金收入只要交15.5%的税，明年15%。但是租金收入算被动收入，除非你的房产比较多，请了5个管理员，除了5个管理员以后，就可以变成主动性收入了。你给政府解决了5个就业机会，这也可以。